先生，这里衣冠不整，恕不招待。怎么样才叫整齐呢？起码要打领带。我有啊。嗯，哼。陈小刀先生，欢迎。哎，昨天输的精光，今天还来捧场，真难得啊。哎呀，不是啦，想再来多赌几把。行。 待会儿慈善扑克王大赛，我会亲自下场。不过赌本起码要300万美金哦。那要2000多万港币哎。对呀，如果你有这么多赌本，我绝对欢迎。我没有啊。那我就爱莫能助喽。你能帮得上忙？这样吧，先借我10块钱筹码。10块钱啊？ 10块钱想赢2500万，你借不借啊？借，助人为快乐之本。我借你20。不好意思，我的腰有毛病，不能够弯腰。 谢谢。要不要叫大军？不用，先让他玩一会儿。谢谢你。 好，离手，开。好棒啊！一赔150被你买中了，运气好嘛？你这行，我的。绿色对我不利，给你。嗯，还是玩点别的吧。这么多人买闲家，好，我买庄家。哼，我是个倔梆子。哦，这样也能看牌啊？ 好，我再买1400块押双方合牌。好，我先眯一下。 电脑分析55%是2%，38%是 Queen， 79%。看牌，你看吧。哦，闲家真是厉害啊，公9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也是。嗯，庄家闲家都是9点，合了。哎，人走运，城墙都挡不住。 一定要乘胜追击，帮我继续压合牌。厉害！电脑分析78%是 S， 20%是 4， 5%是 10， 要么是9。 要么是2，要么是8，开个6给他，让他赢庄家100块。是，开个6给他。闲家6点，啊，不好意思，2条8，我也是6点，岂有此理！<笑>我有个习惯呢，在我看牌的时候呢，最喜欢放在牙签的牌上面，然后就会想眯什么就来什么。嗯。 旁边的人看到以为是 ace 呢。哎呦，不玩了，我赢了10几万了。哦，那100块给庄家吃红了啊。王八蛋。
门口的一定要我打领带。请你给我一包烟。沧海一声笑，滔滔两岸潮，浮沉随浪，直击今宵。啦啦啦啦啦啦！救命！啦啦啦啦啦啦！你放开我！啦啦啦啦啦！阿星！哎呀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你在干什么？什么事？是谁？什么事？遇到高手了。独眼龙啊！不要看他。刚才他用特异功能令我产生幻觉，他的功力可能在我之上。不过不要紧张，我已经恢复特异功能了。为什么？就是爱情的力量，快擦掉。先别擦，我想多闻一下口红香。幺二三六边小，你知道，我知道，独眼龙也知道，但是还是没有用。桌子下面有个按钮，只要一踩那个按钮，骰子就会转动。全部买小。现在骰子碎了，连一点也没有，一点也没有就是小，我赢了，谢谢。哎，干什么？我们赢了。不要管我。什么事嘛？没事。让我看看啊，乖乖的让我看看嘛，来。我撞到鼻子。痛不痛啊？好痛啊！乖乖的，不要叫哦，这样才是好孩子。各位各位，这局骰子有点问题，我宣布这局不算，请拿回筹码再玩。还有五分钟，慈善扑克王大赛就要开始了。我看你的300万是变不了2500多万，嗯？哎，干嘛？独眼龙每局都捣乱，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我买100万，下局买100万，这局先不买。你这么急干嘛？你不气喘啊？
进来。干嘛那么急啊？是啊是啊，没有时间了，帮我全买了，谢了。香烟可不行哦，买烟赔烟哦，不行，这样不行啊，对不起啊。1300万，继续压庄。闲加七点，糟了！说什么也要赌一赌啊！我跟师父这么久了，从没让他丢过脸。庄家八点，庄家赢。哎，你装女人的样子好淫荡哦！海仁先生，不好意思。我已经赢了2500万，我想我可以参加慈善扑克王大赛了。任何人有300万美金都可以参加。